也么说啦，他们等在台北的台湾区，么说啦，他们等在合唱团比赛，我们的伴奏了民谣组的，而且次么说，他们等在买了金牌及高雄市宝来国中合唱团，然后他们等在5月24日，这等在29日，他们等在把我朝呢英国和巡演。 我们现在大概呢，我们等着二零二八年明年，我们等着买了世界合唱团的金牌，我们在现在宝来国中去合唱团。但同时，每当的时候，一些呀，我们等着一百海，我查到文化部，那5月24日，这呢现在29日，这呢某些呢英国的伦敦，又不在现在英日文化局。另外，我们是上等着2021年的，要比这白色透明。 而这些说，我们的上等着，若是你去上等着的，就可能在巴蜀内咯。没有上等着，马不不去听上等着，又不去白色透明。就可以让别的国家看到我们台湾有不同的文化，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台湾看不到的东西。 合唱团当然，我们那里想等着做，啊，这一面打宝来国中的学校，啊，这个班都没怎么去么？我们等着说，从于建造做学长姐，因为他们等着把我背后给把读书了，我就说说，因为宝来国中的合唱团，在那么等着，啊，甚至不但是他们等着，打得再好，啊，甚至再喜欢那，也没买一只。回去是一个使命，然后可以带着学弟妹们一起出国表演，就是是我。 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伊是当年在现在合唱团，就我们等着那乌鸡的肌肉陈静志医生。哦，那么上等着就爸爸放在那没有？俺们的阿生在做路边上等着就合唱团，咪就上到那马斯克的东西哈，一等着。因为合唱团，俺们那飞俄国就伊咪在现在合唱团里头，阿只在现在不是那么等着，那诺呀，俺们的伊咪是在那无。 伊是白了多年，说俄国没得帮我们等着，就奥数就买的是等你们等着，我就做一位，买着做的等你们，白了八十岁也难等着，等你老在希望和我也说信心呢，很易。今年是逢2019刚好10周年的一个状态，那孩子们他们在这十年里面，我们的部落有开始的复兴的动作，有了重建的动作，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带着孩子到英国去。 帮我们台湾做一个文化的展现，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机。他们代表台湾跟英国跟日本的合唱团交流也到教堂跟学校去从事文化交流。我希望这些青少年朋友能够展现他们在台湾的活力。 青春以及创意，让世界看到台湾。因为那些文化部，听你们等着，甚至说俺们等着外面来说，外地的说俺们等着背书和那的嘛就做嘛和平台，俺们的说都是你们等着的，飞过去俺们等着那种美妙的巴蜀内的建设，我过，俺们的说包都你说俺们等着我过，但每日说俺们等着就我带现在么。 马步步接我们登着，有你我们登着，巴蜀内侬人现在国际，别了我们登着，阿山山哦，伊面的接我的台湾话我们登着，把我们的巴斯特芬话我们登着，苏永华接我们登着，乌达科马步步接我们登着，就文化，阿外背着侬便宜。